就跟着它流程，然后把它交给你了啊。这里是2015第二届中国民企少帅大会的活动现场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我是这上杂志的周雪梅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出本届大会的特邀主持，他就是21世纪商业评论发行人。